播出。大家好，谢谢。当你们看完魔术之后，都会想要了解其中的秘密。如果大家希望的话，我就教大家一个魔术吧，喜欢吗 ？OK, music。来，这里有一个啤酒瓶，还有一个纸袋子，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现在用袋子好好保住啤酒瓶，哈，首先是要吸一口气。接下来魔术师做一个动作，啤酒瓶就会消失，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魔术。那么下面我就要揭开这个魔术的秘密。首先需要一个带孔的盘子和接住啤酒瓶的塑料袋，但是为什么有三个呢？请注意，垃圾分类很重要。无论如何，为了不穿帮，要挂帘子，同时请准备纸袋子，但不可以是透明的，反正先用纸袋子好好抱住啤酒瓶，最关键的是将啤酒瓶移到这个孔上，悄悄扔下去，就是一个把纸袋子留在一起，啤酒瓶便会消失的简单魔术。谢谢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吗？但是就这样结束的话很没意思吧？对，很没意思。所以我不任何时都准备逆转。我再叫一个魔术吧。 OK, music。 Schmerzen kennt vom Feuer, das die Haut verbrennt.